我真的喜欢上你了。说好的火锅，怎么就变成泡面了？没兴趣。有的吃就不错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给我来来来，来。饭。不就一顿火锅吗？火锅多少钱？这个多少钱？公司附近有那么多好吃的，干嘛要吃这个啊？啊！真的是。你今天在办公室不是问我，下班前我跟副主编说了什么吗？什么都没跟他说，我就是跟他约定好，等我这段时间把这些事情忙完再跟他说清楚。你真的决定了？婷婷，不过你觉得？你不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你有考虑过后果吗？你是不是想问我这个事情？考虑好了。我会怕，但是呢，来。跟我来你就知道了，来，拿下纸，我还没吃完呢，再帮我拿下包，你过来我跟你说，来，把包拿上，你看，带我去哪儿啊？这什么？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。浩宇，干嘛呢？你下纪念，明天就要离开这里，无论如何都要留下一点成绩。好了，真漂亮，这幅画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。对呀，慧珍，等我们中学毕业以后我们再来这里好不好？好，中学毕业来，大学毕业也来，长大以后的每个重要的日子我们都来，直到把整面墙都画满。好。我们说好中学毕业要来，大学毕业也要来，明明是个约定，但是从来都没有人遵守过，一直到现在。是啊，时间是个多情又无情的东西。每年夏天我都会来补色一次，无论如何这个约定我一定要遵守下去。哎，你给我，你画的太丑了，我给你。给我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。约定就应该由我来遵守，断掉的缘分就应该由我来连接。我一定会把他带到这里来，跟他说明白这一切的。这样你明白了吗？李慧珍，你对别人痴情的样子让哥很受伤，说怎么办吧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很失态啊？对啊，你很失态。这样吧，你呢，请哥吃顿火锅，就当赔罪。嗯。哦，哎，走了。怎么了？让你请客不开心了？干嘛又是我请客？走了，我请了，走。啊，好嘞。下次光临。哎，封口费不应该是你付吗？为什么要我付钱？哎呀，我上次请你不就好了吗？这是小气。你还说上次请我，你上次就没请我。哎呀，你别说了，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哎，这什么啊？哎呀，是你的狗狗啊！可爱吧？可爱啊！超可爱，是不是？好可爱啊！哎，吐一下舌头，吐舌头。哇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我妹妹啊。妹妹啊？嗯。不是，你先等一等。你之前说什么来着？你之前说你去世的妹妹该不会就是你钱包里那条狗吧？啊？怎么了？你说我长得像你妹妹的意思是？不，我们家小狗狗的名字就叫妹妹啊。啊。我没跟你提过啊。
你干嘛？喂喂喂！我跟你说，李慧珍，你听话，我们家妹妹不咬人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人真的是……呀呀呀呀！压什么压呀？你说你这个人搞点恶作剧也就算了，你还把人当成狗，你到底还有没有点良心啊？哪有你这样开玩笑的？不是，你这件事情怎么能怪我呢？啊，那都怪我了，那还怪我了？我当初还内疚呢，还给你请吃了一顿火锅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你真的是，你笑什么呀？哦，哎，你以为……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小孩？你以为你捂着耳朵就没人知道了是吧？你就这样听不到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就再也不要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了。你还天天在这边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来来来，说为什么，说为什么。你今天不说个原因，你一个耳朵就没了，赶紧。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你想啊，我一个人出去出差，满脑子都在想你。如果有你在该多好啊。然后我就回来了，回来后才发现，哦，原来你和白浩宇在一起，而且还要共处整个晚上。当时心情很不好，我在办公室里根本就坐立不安。我送给你那个兔耳朵看到了之后，我竟然还伤心了起来。后来我想，不能让自己这么难过，然后我就来找你们了。其实我知道，你要把真相说出来，我应该鼓励你，应该替你高兴，但是我竟然没希望这么做，我很害怕。害怕你真的说出来之后，你们俩会不会就在一起了？你不知道，你这两天我在家都没睡好觉，而且我在杂志社也一直在偷偷的观察你们。我一直在猜想你们俩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，只是没告诉我而已。啊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不过有一点我知道，我真的喜欢上你了。哦，你又在耍我是不是？耍人很好玩是不是？我没耍你，我跟你说认真的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你你别我的，你小时候思想品德课没上好是吧？你大学了你也没上好，你别跟着我，别讲一下有。喂。